我们活佛世君，天界天一人天命向上人天命前来下山。德将军为你们升到地雷后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周老将，听说你那把扇子从来没有遇过你手，我们不相信，今天一定见识见识。看你们四个的模样，我母亲需要用你这把扇子就可以送客了。周老将，你怎么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这可太目中无人了。现在还有风景呢，让我先来跳进来一下。刘将军并没有什么可招待各位，只好让各位空手而回了。